走啊，小白！你叫谁小白呢？我是师姐，没大没小。走吧，我们去自习室。你怎么还拿着我包呢？你。走吧，别浪费了大神连夜问你召开动员大会的一片心意。什么动员大会？啊，帮助实验室后勤分子提高团队综合实力。行了，小白，有我们在，你肯定能上岸的。走吧。 我跟你说，我去过那个杂物间，那根本就不是能待的地儿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想让我卧薪尝胆，也要尊重一下我当事人的意见，好不好？谁说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了？这可比自习室好啊！ 说吧，哪儿不懂？什么？我可是大神钦点，负责你第一堂专业课的人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什么？这代表，他觉得我是整个实验室里专业学者最拔尖的。嗯。那好，既然你没什么想问的，我就自由发挥了。 小白，哪个平面是211？你姐姐我怎么说大学四年也好好的读完了，你拿大一的题目你考我？小白，你可要尊师重教，答得出来就答得出来，怎么还能扔笔啊？给你，给我。